哎呀，是有什么可惜？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们自己挑吧。哎，这个不错。天哪，江湖，你的鞋子现在只有这么几双了。哎呀，那你还卖什么呀？留着自己穿都不够的。 哎，你这现在也太惨了，这我们看着太难过了。就是，就这双吧，给我包起来。3000够吗？微信转你。3000，3000都不够这双鞋一个零头的。江小姐，市场价格我比你收的，钱不能再多了，不信你自己挂闲鱼试试。这双我要了。 那双鞋我不是很想卖，你能不能挑点别的？你不卖鞋，那你叫我来干什么？耍我呢？不是，那双鞋是我18岁的时候，我爸和自由骑的设计师专门为我定制的，全世界就那一双。但我就要这一双，我可不像某人一样还跟你讲价。这双，我给你10000。 江湖，这鞋的绑带也太难系了。你系一下，我看看。你来系呀！ 你要么给我系鞋带，要么我一件东西都不会买，也包括他们。王兰，大家以前都是姐妹，你……拍卖会上，你扇文扇的巴掌，勇气去哪儿了？